你开始咨询干嘛？开始咨询。我顺便问你几个问题嘛，采访女孩。我要采访我了。想采访噻。你小心点，你小心点。你最珍惜的事情是啥子？最珍惜。啥子？你具体问的啥子？最珍惜的东西。 那么怕耶？爱情。那你最珍惜的人呢？最珍惜的人，我自己啊，还有哪个？那你呢？我也是我自己噻。你咋子？不说说。你也没说是我的嘛？我凭啥说你？可以再喜欢你。啥情况？ 啥次啊？你给我嘛！给我！你还专门把你问的问题给打下来。你到现在为止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啥子？我觉得你这样问太没有诚意了，你还拿张纸哦，真太没诚意。小的时候的话，然后喜欢的很多玩具啊，然后我爸都会就是说。 就是啥子音响学习啊啥子，然后都会去买回来玩具啊，然后甚至他们就是买回来当生日礼物的东西，然后都要给我扔了的那种，就是我只要考试一考撇，那就全部给我扔了，全部扔到楼底下去，就直接往楼底下摔。楼下面那边有个平房，然后那个房顶上都全是我那些那种各种各样的玩具在上头。小的时候就真爬窗子那儿起来看。 我想起来的话还是挺难受的，我不晓得算不算是啊。那你最开心的事情呢？最开心的事情，我想不到有啥最开心的事情。 好像很多时候都挺开心的，就是过生日、出去耍啊啥子的，都挺开心的。但是你说最开心的事情，想不想？那你最害怕的事情呢？最害怕别人看到我，就是有人盯到你看那种感觉。我怕人盯到我看。鬼我都不怕，就怕人。 睡觉都不关灯了，那你就睡到了的嘛。你要陪啥子？你还要陪啊？睡了。睡觉都要陪啊？睡了，乖乖乖乖乖，睡了。